色的不同嘛，就是微妙的差异。我大概都要那个同学，请等一下那个可以来找我交流一下，然后翻译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没有针那个中医的学生，等一下帮我针灸一下，交流一下医术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应该会有帮助吧？好，可以，非常有帮助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一首也是《沿途风景》里面的歌曲，以往的压轴、啊。对，通常都会被我们摆在压轴。他就有了新歌，他就不再是压轴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他现在是第三首歌。这就是现实啊。没错。好的，那这一首歌呢，它是写给文森梵谷的一首歌曲，所以它的歌词是在描述画里面的风景。好的，哦，对啊，然后我今天也就是有那个带来一种，哎，好，可能应该都被谱架挡住了，就是有一个大自然的感觉，就是很感谢那个 Chomps， 就刚刚主持人有提到。就是有赞助我们的服装，没错。自从有这件风衣之后，我的身体很久没有接触到风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的开心。是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对。我刚刚那个青鸟前奏一下就闻，就是我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知道很帅、哦，谢谢。你是说风衣？反正就不用一直。是，还不赖。其他很帅，我知道，很帅，很帅。好了，开玩笑。好的，好的，那这个大姐，大家不要去取消站了，求求你。好困扰。好，好的，这个很实用哦，就是那个节庆的时候可以戴在头上。哎、之前七夕的时候就戴在头上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那什么意涵吗？哎呦，太阳花的时候可以戴啊。对，可能是想要增加一点那个桃花运。桃花。好的，好的。OK OK OK， 那我们要带来这首《与你同行》。清香缠绕着樱花树，随意。
却